小李广花荣站在了船头，截住了太尉的官船。他把王拱手说是梁山寨主在这迎接太尉。这句话一出口，站在船头的这八个狱侯全都愣了。他们互相一看，心想，怎么梁山寨主啊？梁山是不是山东的那梁山呢？他们怎么会到这儿来呀？其中有一个狱侯就说了，你们是哪个梁山呢？小李广花荣说，就是山东的水泊梁山。我们听说太尉要到这里来降乡，特意到此要来见太尉。花荣一说这句话，船上这几个狱侯定睛瞧了瞧花荣，再来看看他两旁边这些船只。这船上边都是全副武装的梁山喽啰兵啊，怒目而视。这个形势可有点不妙，这狱侯也没敢大张罗，本来想发脾气，这脾气没敢发。其中有一个狱侯就说了，我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花荣，奉了我家寨主宋江哥哥的命令，特意要请太尉在船头说话，劳林大驾，望你给传禀一声，就说花荣在此等候着。你们要见太尉啊？太尉是什么人你们知道吗？那是皇帝的近臣，他是奉旨的钦差，特意到此西岳华山来降乡。你们这伙人斗胆拦住太尉的官船，还竟然大言不惭的要见太尉，那太尉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见的吗？啊，有什么话你们就跟我们这几个人说好了，我们是太尉前面的狱侯，我们可以向太尉给你们传禀。花荣听到这里，哦，您几位是狱侯啊？哈哈哈哈，实不相瞒，几位狱侯大人，我们要办的事情你们办不了，你们也不能传禀。狱侯，我看您还是到里边禀报太尉，让太尉出来跟我们见一面吧。如果您要是不给我们递这个话的话，我手下这些弟兄们他们可对您不客气。一说这句话，这几个狱侯往周围瞧了瞧，这些人怎么着？他们不客气，难道说你们还敢杀官造反吗？花荣说，虽不敢杀官造反，但是我可以给几位狱侯一点颜色看看。弟兄们，给他们点颜色。一说这句话，两旁边这些喽啰兵摘弓抽箭，刃口搭前，一起朝着那个船上就射了一排子箭。这一排子箭呢，可没故意伤人，这箭呢，有的射到那桅杆上了，有的射到那船帮上了，有的呢就射到那个官军的身上了，没有致命，射到肩膀子上了。有几个官军，哎呀，射着我了。但是这八个狱侯没往他们身上射。这八个狱侯一看这一开弓放箭，一个个也全都真害了怕了。慢，不必如此，不必如此。你们等着，我给你传禀一下。其中有一个狱侯，此人姓赵的赵狱侯，迈步就进来了，来到船舱里头向太尉禀报。这太尉素元景正在船舱里边端然稳坐，端着那扣碗茶在那品茶呢。素元景长得这个个子可不高，身体还挺胖，矮墩墩的这么一个人，身着官服，紫袍金带。他为什么船停了，外边那么热闹，他都没出去、啊、这个素元景啊，他坐在这船舱里边，以为这船一停，那是华州太守那贺公来迎接他的。既然是华州太守来了，他就不能在这地方动啊，他得等着那华州太守上船之后进来参见。因为他是京官，这个京官啊，往外地出巡本身就有一种优越感，他觉得我是京官，我到了这儿了，你们都得给我打留须，我是你们的上司，虽然我不直接给你赏赐什么，
但是我跟你谈话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地位，这么种感觉。所以船停了，他在这没动，不但没动，自然而然的这架就蔫巴悄的涨上来，端这个扣碗茶，准备拉着架子见这个贺太守呢。没想到外边这位赵玉侯进来，赵玉侯进来之后，太尉，船被人家给截住了。谁呀？谁给截住了？太尉，是梁山上的贼寇。这太尉一听，怎么梁山贼寇？当时这太尉也愣了，素元景立时的眼睛就瞪起来。梁山的贼寇？那个梁山就是山东那水泊梁山，宋江的属下。他们把船只拦住之后啊，有一个人叫花荣，他说要想请太尉船头搭话。我跟他说了，我说太尉那是不能随便见的，可是他们好多人呐，有几十条船呐，把河路都挡住了。我一说您不出去，他们就放地牌子箭呢，还射伤两个人。那太尉，是不是您出去看看？小人我们在那儿是拦挡不住了。我怕他们这伙的人他要是闯上船来，那惊了太尉的大驾，小人吃罪不起。扣碗茶撂下了，素元景一听，这是怎么闹的？这个贺太守他不知道我来吗？贺太守他能知道啊？咱们这个公文都下来了，他没来，怎么把梁山的人派来了？这可真怪了。那我去瞧瞧。素元景站起身来，由打船舱里面就出来。出来之后来到船头这儿停足一站，素元景一看面前这个阵势，这素元景心里边也有点胆突的。我问你们，谁是首领？花荣在船头一报案，小人我是小头目，我叫花荣，请问您是哪位？我就是太尉素元景。哎呦，素太尉久仰大名，我奉了梁山寨主宋江我大哥的命令，要请素太尉下船到岸上有事相商。什么？你大哥宋江的命令？宋江是什么人呢？宋江不过就是梁山上一个贼首，他竟然敢请我要到岸上有事和我相商。起码的理解他也不知道，起码的上下他也不懂得，成何体统？我不去。你告诉那个宋江，有事让他过来，船前回话。呵，这素元景当官当惯了，尤其是到了地方，这派头更大了，心想你宋江这伙的人又能怎么着啊？他一说这句话，花荣在船头说了：“苏太尉，我看您还是走一趟吧。如果您要不走一趟，我手下这些弟兄们恐怕要强行把您请上岸去。”他一说这句话，苏太尉脸色往下一沉：“怎么着？你们手下这些人还要把我强行请上岸去？你们知道吗？”这是华州太守贺太守管辖的地面，一会儿的功夫贺太守的官军就来迎接我了，我的船上也有官军，贺太守的官军一到，两肋夹攻，你们不怕把你们全都给捉获问罪吗？小李广花荣又乐，哈哈哈哈，太尉，我跟您说句实话，交个底吧，您通知贺太守那公文没有到他手里，贺太守根本不知道您大驾光临，那道公文已经落在我大哥宋江的手中，所以我们众位弟兄才来到这里提前迎请太尉上岸。这宋太尉一听，怎么着？这公文到他们手里了？这贺太守还不知道呢。此时贺宋太尉扭转身形，看了看他自己船上带来这些人，他船上就带来200名官军，可是下边来在前边拦住道路的有好几百喽啰。素太尉心想，他们人多我人少啊，
要动起手来，我这200名官军未必能敌得住他们。但是苏太尉觉得自个儿这架子不能掉，自个儿这个架子要是一掉了的话，让这几位御侯他们笑话。苏太尉又把这个官架端起来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要是识时务的，速速的给我闪开一条道路，让我的官船进华州。如果你要愣在这里请我上岸的话，别说我手下的官军对你们可不客气。他一说这句话，小李广花荣站在船头往脸旁边看了一眼，弟兄们，苏太尉既然这么讲的话，那就劳驾众位弟兄请苏太尉上岸吧。是。一说到这里，这几个弟兄们一时就把这弓箭又都给拉开了，往船上一阵凋零箭。这一阵凋零箭这回可就不像头一回了，真往人身上射了，可没往苏太尉身上射，就射到这官军的身上。有几个官军应声而倒，这8个御侯里边刚才有一个挨了一箭了，这回又有2个御侯身上中了箭了，没射到致命之处，一个射到这儿了，一个射到这个地方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他们往两旁边一闪，紧接着两旁这个小船往跟前这么一靠，有的船上这个喽啰兵拿那钩杆一搭，这个官船的船帮噌的一下子一飘身就上来了。混江龙李俊和张顺张恒这几个人都纵身上了船了，手中把刀一摆，张顺张恒一个人薅住一个御侯的脖领子，把单刀往脖子上一带。混江龙李俊来到苏太尉的跟前，手中把刀一端，太尉走不走？苏太尉在船头一看，没经过这阵势，这苏太尉当时就觉得腿肚子有点转筋。不必如此，不必如此，不必如此，下官我走也就是了。我走，我走，我走。就这样，苏太尉马上传命令，让这8个御侯跟着他一起由他这官船上就下来。由打官船下来，乘坐花荣的小船，花荣摆着他们这些人就来到了岸边。到了岸边，苏太尉领着这8个御侯一起上了岸。往岸上一走的功夫，苏太尉这才发现，感情这个岸边两边树林子里边都是喽啰兵啊，刀枪剑戟各置手中，一个个是怒气冲冲。苏太尉心想，坏了坏了，贺太守啊，你等着呢，你等着我见了你的面的，我要不狠狠的问罪才怪的呢。你不来迎接我，弄了一伙强盗把我们弄到岸上来了，看来他们不知要干什么呀。苏太尉上岸之后，往前走了约有半里之遥，对面宋江军师吴用以及几位弟兄都在那骑在马上等候着。苏太尉走到了宋江的马前，小李广花荣向宋江这么一禀报，宋江急急忙忙由打马上就跳起来，另外几个寨主也都下来。宋江走几步来到苏太尉的面前，双手一抱拳，苏太尉您受惊了，小可宋江给太尉大人见礼。说话间，宋江一撩袍服，单膝点地，给这苏太尉还见了个大礼。宋江这一单膝点地，这苏太尉心里边好像平稳了许多。苏太尉心想，看来这是首领哦，这就是宋江哦，这个宋江还很通情达理呀。宋义士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这日他也不敢说贼头了，他说宋义士。宋江站起身来，苏太尉，刚才我手下的弟兄对您是不是有冒犯之处啊？啊，有冒犯之处您尽管跟我说，我责怪他们。苏太尉心想，冒犯之处那还没少冒犯呢，给我射伤了好多人。但是苏太尉看了看花荣，瞧了瞧李俊等人，心想，我能说吗？我要一说的话，这几个人在半道上给我来一刀，我受得了吗？苏太尉不笑强笑，假装笑，嘿嘿嘿嘿，皮笑肉不笑。这个宋江说，没有冒犯，没有冒犯。宋义师，你们把我请到这里，我不知有什么吩咐。宋江说，大人，
有一件重要事情打算跟大人亲自面谈，此处不是讲话所在，请大人屈尊大驾跟我们到小山避寨室内谈话吧。啊，素元景一听，还上山呢？哎呦，现在啊，人家上哪就得上哪啊，不是我说了算的时候啊，周围都是人家的人呢。素元景说，那好吧，悉听尊便。这样宋江领着这素元景就开始上少华山。宋元景一边往上走，这回头一瞧，好嘛，一看他这200多官军一个没剩，有打这官船上全给请下来了，整个两旁边都是喽啰兵压着他们。这官军一边往上走，官军之间也互相嘀咕啊，哎，老少，咱们这上哪儿啊，咱们上哪儿啊，上梁山呢、啊、这儿不是梁山，哎，两边的人都是梁山的，这梁山上人也不怎么知道咱们到这儿了，这么大老远的到这儿把咱们弄来了。他把咱们弄山上去想怎么着，把咱们弄山上去、啊、把咱们弄山上去要把咱们给收编了，从现在开始咱们就是梁山的喽啰兵了。哎，咱们是吃官粮的，吃官粮的，现在就吃到头了。嗯，上梁山之后啊，咱就自个儿跟着去打家劫舍了。那咱们那个太尉呢？咱们太尉在上面弄一把金交椅呀、啊。那剩下的这，剩下咱们都小喽啰啊。像那几个玉侯呢，也就是二路的寨主吧。大家伙纷纷议论，来到少华山上，他这200多官军全由喽啰兵给看押着，唯独把素太尉单独请到一个房间里边，宋江以及军事吴用还有神机军事朱武等人一起坐在了素太尉的对面，吩咐人给献上茶来。素太尉没心乎喝茶，他就问宋江啊，请问有何吩咐尽管说来。宋江说，太尉，我有两个弟兄现在被华州的太守看押在监狱之内，我们打算借您这些官服以及您所带领的这200名官军的官衣换给我们弟兄穿上，我们冒充素太尉要到华州城内去诈取州城，您意下如何？素太尉一听，俩眼发直。